有可能你家己徛袂记哩啊？这是你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停，当时停诶，你当时停诶，早上大概11点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最后时间在那边呢？最后时间在这边呢、啊。我们同事有调，跟德化，中清往德化。你怎么来这边的？我是从西屯那边走中清路啊。走中清路到了这个中清德化。哎，中清德化。然后你用走的来啊？没有啊，从骑得过来，到了这边我停车转进去。转进去以后，我就在过去两路口看到有一个，我还特别注意没有红线，就停在那里。可能没，因为我们同事有照到了。哎，你最后是中清往德化街的方向啊？中清中民路口中清德化，那我们那个人是我吗？我看看是不是我。这个，我看一下，这是你吗？这里安全帽啊，这个。这安全帽是我的安全帽啊。这个人呢？这个衣服跟我穿的也很像啊。那就是你啊？就是你吧？对啊，那就是你。十点半。对啊，那我是。欸、那我停在哪边嘛？往哪？他的方向是你把你的身份证给我啊，我等载你去找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这忘记停哪里？因为你的钥匙也在这里，你有拔下来，啊、所以说要拿比较困难嘛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對啊